宇宙中有颗火星，散发着光芒，看红光隐隐。火星上火星村，火星村民，还有他们火星村长。火星村长来自其他星星，最宝贝的就是村民，嗯，不是大羊腿，也不是香果，嗯，虽然他有时会心口不一，但村民们心照不宣。火星村已经有6年历史，身边有村长的地方就是火星，每年带我们回家去。村